位是洋葱，人际关系管理及储蓄跟控制学习博士，人称杨博，也是第四到七届花式放屁大赛冠军得主。杨博你好，我是一名受放屁所苦的大学生，我因为在班上放屁被同学排挤。哼，在不适合放屁的场合放了屁，导致自己的名声一落千丈，这样的事天天在发生，因此我才在这里。今天我就来教你几招。首先，当屁意袭来时，你能预判是响屁还是闷屁。响屁通常不臭，那就好处理了。你刚刚发现我放屁了吗？啊，没有啊，博士。哼，将原本会一次爆发的响屁以均等的方式分成五份露出，配合刻意发出的噪音掩盖。记住，此时注意力必须集中于外括约肌，精细的拿捏力道，这就是忍术，分段试屁术。这招太厉害了，博士。但如果是闷臭屁呢？闷臭屁就得更下功夫了。虽然无声，但是臭味是非常难掩饰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你有闻到我刚刚放的闷屁了吗？没有啊。忍术，超多连段延迟屁术，为了怕屁被人闻出来，只分成五份是不够的。我特意分成100份，每释放出一份就静待15秒，尽量分散屁的整体浓度，并且用力吸气，让屁味被自己吸到的几率大大增高。原来如此，了解了，了解了，谢谢博士，我记住了。想做到像我这样控屁自如，就回去多练习吧。这箱地瓜拿回去吃，下个月同一时间来接受测试。谢谢博士。哼，真是个好学的小子。差点就说出来了，我这4年的研究成果可不止这些呢，被列为禁术的屁墩，干不见了，抱歉了，博士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学会这个术，我要改变我的校园生活啊！必须阻止他，那招是很危险的，随便乱使用的话，只会重蹈我的覆辙啊！为什么要跟婷婷在一起？你不知道我暗恋她3年了吗？抱歉，洋葱，我不知道你也喜欢她。可恶，长得帅，功课好，人缘好，又是篮球校队，就了不起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太爽了！可恶的高手，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用我新开发的招式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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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其实啊，我热狗是。好臭，是谁放屁？真的，我先说不是我。该不会是你吧？你先提的。最好是，喂，为什么你都不讲话？快承认哦！看来屁味传开了，不在场的我是不会有被怀疑的可能。这就是忍术，借屁杀人术。抱歉了，高手，忍术之战极无情。我在放屁的时候刻意对准你的屁股，迟早大家会怀疑来源就是你，你就背负着屁味男这个称号活下去吧。喂，洋葱，你 是放屁呀、啊？什么？啊，糟了！刚刚没等屁完全放干净，就急着走了。因此，在我所经之路，全都残留着我的屁。这个树有缺陷，在这期间到处移动的我，嫌疑最重，赖不掉啦！杨总，你搞啥、啊？太恶了吧！很明显就是你啊！太恶了，长得丑就算了，还会放屁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各位，是我放的。高手，怎么可能是你？你不用谈我这种放屁。百鬼吹灯，那天晚上。我在国叉客运上往回家的路上，整台车黑麻麻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突然想大便，我开始念着沿路的招牌字转移注意力。精致家具，老和牛肉面，核心影印，彩色大图输出。终于到了下一站，我立马冲下车。有史以来最苛刻的跑步条件，要快但又得留意震动不要太大，以免刺激到屁股。前面就是素食店了。啊，这个人也想上厕所。好了，现在才是关键。这间麦当劳只有一间厕所，如果里面有人，就是死。神啊，我相信你是存在的，你要保佑我，保佑我这样一个好人。同学，让你先排吧，我已经不急了。这就是我的毛骨悚然鬼故事。
请问这跟鬼有什么关系？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想不到，所以就硬讲这个。已经好几天没有大便了，我试了好多办法，吃青菜，吃木瓜，喝水，久坐马桶，却还是没办法大出来。我是个满腹便便的人，他们的笑容好灿烂，我跟他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招，早餐店的奶茶，如果喝下去没有用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讲我人生最惊险的三十分钟。在这之前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，一直放在我心中。然后这故事我三年前就画好了，所以有些分镜是旧的，我觉得也有一点风味，所以我就不重画了。故事开始。我想每个人都有便在裤子上过，我也有。小学低年级时搭在裤子还能谅解，但如果升国中还拉在裤子，基本上你的校园生活就直接毁了。在我国三的时候，假日在补习班冲刺班，我突然想大，但我那时就想听完那一题才去。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听，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坚持，我就一直忍，自以为能 hold 住。突然一个无力，直接哗啦啦啦啦，畅通无阻。就出来了，很夸张，不是露出来一点，是直接整条冲出来的感觉。当下好像暂时麻痹一样，完全无力抵抗。我心想，干，我死定了。小学就算了，我现在国三，要是传出去，我一定会变成传说。我坐在第二排，要走出门需要经过几乎所有的学生。我当下没有时间思考，因为怕味道传开来，我必须当机立断，立刻站起来往门口走。但是行走时也要非常小心，它掉下来。如果掉下来，就会变成童话《糖果屋》里面撒面包屑认路的剧情。那时候我记得刚好有周杰伦的真人版头文字 D， 他老爸跟他说开车时不准让水溅出来，以免晃动过大让他载的豆腐碎掉。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，我必须快，但同时又要稳。接下来我走到厕所，贩卖机没有卫生纸，我快崩溃了，我说老天要搞我啊。我走到柜台要卫生纸，柜台是老板娘的小气姐姐。为什么说她小气？因为之前我看过有同学跟她接室内电话，她都会收十元，不然就是叫他们去外面用公共电话打。我说我不舒服，想借卫生纸，她就说你去投贩卖机啊。我说那边没了，然后她就递给我两包，然后我就转身要走。欸同学等一下，你还没给钱，十元。我那时候心想，干，我管你多少钱，你赶快让我走，我给你100块都可以。他已经在往下滑啦。接下来我终于平安进到厕所，真的松一口气。那里马桶只有一个，要是里面有人我就 game over。 我脱下裤子，非常惨烈的状况我不想详细说明，你们自己想象。我把有沾到大X的内裤撕起来丢垃圾桶，因为整件丢会被发现，然后清理身体。
好不容易花了20分钟完美的处理完了，捡回一命。我一开厕所门，是我同学，我的心揪了一下。这个同学嘴巴超大，又很爱弄我，我超怕被发现。大家可以去看我以前画过的屁王故事，就是那个子杰，被他知道真的会马上秒传开整个补习班，再传到学校。结果他果然，嘿嘿，大便哦，就跑去开我的厕所门。然后他看到马桶旁边都湿湿的，他傻眼，哎呀，你怎么大的？怎么地板那么湿？我就说啊，没有啊，马桶怪怪的。反正我奇迹似的打哈哈过去了。接着我就淡定回座位上课，完全没有人知道我刚刚经历的风雨。我满身冷汗，一路上出现很多戏剧化的难关，但都被我一一破解了。我得以保住我的校园生活，这是我人生最刺激的30分钟。顺便提一下，如果有看屁王洋葱那集，我讲一下时间点。这时候我已经被子杰叫屁王了，子杰还在补习班到处讲我有屁味的事。这时我跟那个女生就是微微的暧昧中，而我放屁被抓包就是之后的事情。喂，来猜拳吧，输的人去买午餐。好，先跟你说，我会出布哦。先预告自己会出什么，好来扰乱对手，是猜拳里的基本套路。正常来推断，说出布是为了让对方以为自己要出布，诱使对方出剪刀，而自己再以石头一举击溃对方。这时候我只要出布就赢了。不过红姐可没那么笨，她肯定预料到我会预测到这一步而出布，因此她会出剪刀，而我只要出石头便十拿九稳。哼，红姐，你也只有这点程度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嗯，来吧。好。等等，要是她连这一步也料到了呢？面对我临时起意的猜拳，他却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什么混账！这家伙知道我讨厌出门，他早料到我会提出以猜拳决定谁去买午餐。在我开口前的半小时，他早已在心中与我战斗千百回了。我所预料的每一步，他肯定都掌握到了。可恶，这家伙太厉害了，只能采取安全的进攻法。据统计，人们猜拳出现几率最高的是石头，那么我只要出布或石头，便不会输了。但他要是知道这项统计假设并不成立，要是我急着分出胜负而出了布，那他很有可能用剪刀把我砍掉。就出最保险的石头吧。没错，出石头至少不会输。剪刀石头布。这什么？手枪啊。嗯。卖超级赛亚人公仔，价格支出合理就卖。您好，公仔还在吗？多少收？请问1000元可以吗？1000你卖我，有几只我买几只，吃米不知米价，滚！干，叫我出的也是你，除了在那边卖的也是你，都给你讲就好了，直接定价很难哦。卖二手哑铃，状况良好。您好，请问多少？没标价钱呢。撕！干，撕屁哦，这样子比较快哦。你好，请问哑铃多少钱？5万。卖限量阿文衣，一件1000。你好，我收，晚上车站面交。好的，谢谢。无法面交了，衣服已经卖了。哈？为啥？我不是跟你预定了吗？有人出1100买。大哥，我预定了，哎，我都快到车站了。初心折叠小桌子150元。你好，请问桌子有甜甜价吗？抱歉，已经很便宜了。可是有个大学生才卖100，哎，那你跟他买呀、啊，那你跟他买呀、啊。Hello， 您好，请问桌子能算我90吗？就当交个朋友。90元砍太多了，我卖150，哎。90啦，交个朋友啊，拜托嘛，最近手头紧啊。我在网拍上卖了5年东西，真的变成朋友的买家接近零，而且通常讲这种话的都是100人。你好，剩2天货品就要退回喽，记得取货哦。Hello， 今天下午就快退回喽，记得取货哦。Hello， 你买我这些东西还要搞我，浪费我时间。吸尘器一组4000元，原价6500，用不到10次，二手使用良好。您好，请问1800个爱吗？诚意购买，自用。可以的话，我不啰嗦，立刻下标。靠，一次砍超过一半，你去实体店面也是这样的吗？诚意你妹，自用你妹，不啰嗦你妹，立刻下标你妹。哇，珍藏的超级赛亚人公仔卖掉了，现在买家肯定收到了吧？
你好，我收到公仔了，可是跟你的叙述不一样。你说何况良好，可是这边的角角有凹到哎。卖家您好，超商运送本来就会有压到的风险，而且这还好吧，这是二手商品耶。反正跟你的叙述有落差，不退货我就给你一星差评，不然就走法律途径。一个500元的东西，唧唧歪歪，不走去实体店面买，你能吗？卖全球限量潮 T Clad 九成新5500元，好便宜，收耶！ Yeah, 想买这件很久喽。看，好丑，我快被臭死了！搞啥？衣服都荷叶边的，还褪色，这样九成新？几成新每个人定义不一样，不用跟我争这个。看，售九成新按摩娃娃250元。Hello， 你好，能看看娃娃细图吗？好的。不好意思，能多拍一点角度吗？这样有点不清楚。请问拆封后摆放多久？盒子在吗？盒子有压到吗？大概摆一个月，何况很正常。能拍盒子的图给我看吗？是摆在床头边吗？还是柜子？有污痕吗？有用水洗过吗？另外再请问你房间的环境怎么样？有没有养猫或狗？然后还有，妈的，回答了快100个问题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干，问完就消失了。大大您好，请问能佛驾吗？不议价哦，谢谢。好的，没关系，我收，晚点下标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可帮我含运吗？没有哦。拜托，诚意购买，含运好吗？操你妈！我卖个杯子才90元，你知道含运什么？你他妈脑残是不是 ？Hello， 商品已经到5天喽，请取货哦。Hello。抱歉，我女朋友不准我买。干，叫女朋友出来单挑啊！烂借口，有女朋友了不起是不是？有什么好炫耀？出售叉叉排除湿机，使用10次以内就收起来，非常新，5500元出售。我确定要购买，请私讯我资料。您好，我是除湿机的卖家。嗯，你是卖什么？除湿机。哪牌的？叉叉牌的。请问有要买吗？多少钱？全新吗？你问的我上面不都有写吗？你不是留言确定要买吗？哦，不好意思。那价格可以再便宜一点吗？卖全新胶单鞋4100，9.5号。您好，鞋子能3800吗？晚上7点车站面交。好的，到时见。0912345678。您好，鞋子在这。哦，3000对吗？我们最后是讲3800哦。哦，3000凑整数啊，比较好算啊。这有分好不好算的吗？你就给我4000，我找给你啊。不然3500怎样？你直接找我500，这样凑整数比较好算啊。妈的，怎么算4000最好算？好算你逼。售 Mac 笔电使用半年28000。您好，20000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砍太多了，我是大学生，没什么钱。下周我女儿生日，就当作是帮我女儿圆个梦，可以吗？我有查过行情，这款二手价也要32000，我已经算很便宜了。大叔求你好，身上只剩20块了，但就是想给女儿个惊喜。你和我女儿一样大，也算是缘分，还是各退一步，20500。真的没办法，26000最低。24500好吗？拜托您，立刻汇款不啰嗦，我这几天只能吃面包了。好吧。售 Mac 笔电使用半年，状况新，32000不议价，嘿嘿。干，被套路了。星座，我是双鱼座。哇，双鱼很浪漫呢。你一定是常常给女朋友惊喜的那种男生。嘿嘿嘿。洋葱，你是什么星座的啊？来了，我是天蝎座。哎呀，那你心机一定很重。哎呦，你天蝎座疑心病很重，而且爱吃醋。不过天蝎座也是有优点的啦，像是情绪十分敏感啦。这算优点吗？而且你知道吗？天蝎性欲很强哦，嘿嘿。是哦，阿文，那你知道吗？操你妈个逼！我跟你很熟吗？你很懂我吗？凭什么因为我几月出生就把我冠上莫须有罪名啊？像你这种怪头就自私啦！操你妈！其实天蝎座也是有很多优点啦。
超可爱的。对啊对啊，那我们今天放学再去看看啊。好啊好啊。哦，洋葱跟婷婷在谈恋爱。婷婷喜欢洋葱，洋葱喜欢婷婷。喂，你们不要闹啦！谈恋爱羞羞脸，谈恋爱羞羞脸，谈恋爱羞羞脸，谈恋爱羞羞脸。真拿你们没办法，再继续说我可要。你在乱讲什么东西啊？谁要跟这怪人在一起啊？你吵吵吵又要没完啊？没想过别人感受吗？就是你被他传跟他在一起，你会开心吗？你这样子在乱传，我一定跟老师讲，一群臭阿正，我完了。